食饱啦，啊，想攞张湿纸巾抹手，应该点样同人哋讲啊？湿纸巾嘅日文咧系卧丝玻璃，即系湿咗嘅小毛巾咁解啊。卧丝玻璃。系啦，卧丝玻璃。睇嘢啦。すみません、卧丝玻璃ください。咦，勁喎！你咁都記得。梗係啦。啊，我仲想揾人幫我影相啊！你知啦，難得嚟到日本食好嘢。你同店員講啦，可唔可以影相嘅日文咧係写先いいですか？写先いいですか？係啦，呢個最簡單嘅講法嚟㗎。好啦好啦，咁你行開啦，我要自己一個人影啊。嚇？食唔曬添，想拎翻屋企。等我打包翻去先。日本人唔中意人打包噶，吓又唔中意？系啊，佢对卫生要求好高噶，佢惊你哋打包翻屋企食完会唔舒服啊。咁啊，我食三文鱼，你食泡饭啦。不如一阵间去扫街啊，我想食住咁样翻去啊。吓，你又食？系啊，扫街摆第二个位噶嘛，女人系咁样噶啦。即系谂住一路食一路行翻去。嗯，好似香港咁样咯。在日本一路吃一路行不好的，一來會被人說你食相不好，二來你又很難找到垃圾桶，雖然沒有嚴格規定，但也盡量不要啦。你這個日本打手。下星期六都有我們繼續教大家日文的。如果你們有什麼想知道，又或者有什麼不明白，那就快點留言給我們啦。記住 tag 你的朋友跟你一起去學日文啦。拜拜。